我好土，没事。发育，改一下图，缺 Q 的，没有缺 E 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3D换血，我们这把特地带了 TP 大小炮，不带点火，因为小炮耐血能力极强，带点火没有用，所以我们带传送啊，并且它保持血线，3D有就有换血的，3D之前就算了吧。 主要是还是要抗压，补刀少露一点，但是经验值都得吃到，少露点刀就可以了。进来踩一下 AW 电刑。 有点痛，有点痛，但他也算是没半血了。Q 兵 W 戳他一下 ，OK。 感谢拓海的鱼灯塔，谢谢大伙的亲书。 不急，先补刀，感谢拓海的卡，感谢。谢江南的鱼的卡，不太好补啊，这些刀，吃经验吧，不太好补。 汪汪队立功，为什么不带教主？没有用了，教主只存在对线期，但过了对线你还是超燃舒服的，还带超燃吧。 37个刀，蓝他的英雄也不好贡献，不好贡献，萃取，我也踢出来的。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件没法做卢登，所以就带不了凯旋。我第一件做巫妖，做巫妖然后不带凯旋的话就很缺蓝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没办法，就只能带个西带跟超蓝。 弥补一下蓝蓝的CD。 拉远一点。嗯，舒服。这头拿的正合我意，得劲了，各位。
别进别进，小炮人呢？打小龙去了吗？也真是，着陆喽！先回线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塔一定要守塔，不能小炮吃我们渡城，知道吧？这个很关键。抓不死，护甲线的剑姬应该抓不死。其实一个刀，只被他压了六个刀，真无所谓。水印鞋，我们这边狼骨打野，你做水印鞋。小鱼弟躲不了爆炸，挂上以后就躲不掉了。这样的跳舞。我觉得想杀小炮还是得让狼狗来抓一下，因为我伤害不够。这方面的暴露。其实剑姬不好抓死，抓死，因为剑姬是护甲型，他俩是菜刀，就没有这么轻松，你知道吧？抓死能抓死，但是绝对是没这么轻松抓死，自己浪费半条命。要买合理，小炮没回家，小炮没回家，各位。笑，你闪我也闪，让你无处遁形。来，血钻。我TP这么快。
怎么打得动？我准备好了。我们下路根本过不来啊，兄弟们。我们把把下路炸呀，上把也是下路炸了，才很难玩，上把又是下路炸了，嗯，带个眼吧。小炮是难打，但是我们抗压的特别好，小炮只压了我们个位数的补刀，知道吧？你们学会这一把打大致小炮也是可以的，我这把打了大致200多分的。正常来说，我们要被压得很惨的，但他只被压了5个刀，已经很牛了。这皮肤挺好用的，我用了两个星期了，可以入手一个，蛮不错的皮肤。确实没错，女生之泪啊。被什么技能控了一下，还行，应该是被日女 Q 到了，刚刚还行，拆塔。怎么小炮最近暴走了呀？是啊，全给我带走，各位。还在带，这条龙准备踢下去，不急。
操！不省技能了，我第一个 E 空了，主要是。有眼吗？啊，来不及了。没打。先别急，先别急，我这波没状态了。这有点亏啊。这暴女什么意思？破个假身，这暴女闹麻了，真的。你得别走啊，你得，你靠，你 ADC 不来打龙，我们打得慢啊。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，下去吧。带两片升个十四级。稍等稍等，开始 Q 是带走 Double Q， 来一起来 Double Q 再带走吹波 Q 一波，兄弟们哦，你四杠零完成五杠五，我们在一起感觉杀到他一次，他的节奏就断了呀，好像节奏是真断了，直接超神。直接法穿，这样 CD 就拉满了。符文带的是电刑猛然冲击研究收集器加寻宝猎人，复习是西带和超然，小符文带的是 CD 法强加成长生命值啊，我们的一个符文可以看一下初五幺啊，
第一件裸巫妖，巫妖杀了帽子法穿将，因为我们现在鲁登 CD 十二秒被削了，出不了鲁登，所以说如果说出巫妖的话就很缺蓝，我们就用吸弹跟超蓝弥补这个蓝量啊，会相对来说好一点。一阵超龙他打太快了呀！蓝勉强够用，你得省一点。不是抛弃，是伙伴得休息，你知道吗？从来不会抛弃任何一位伙伴，他只是需要休息，受伤了，被设计师针对了，受伤了，等到休息，养精蓄锐去了，我的鲁登伙伴，你懂吗？有点养精蓄锐，什么叫抛弃？主播也不是如此冷漠之人呀。日女，你想敢这样过来放眼，你是真牛。跑得掉吗？先走。不要！我操！小花一个。放你一个加的加我350，纯符文，黑暗收割加打野的，闹麻了。黑暗收割加那个打野刀，我是服的。可能加上银焰的额外伤害。可以带上吗？肯定我来带上，其实比较合适一点。你这都让给我呀？这就是城主的待遇，还可以的。其实他打死也是一样的，他想给我。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嘛。死！塔没掉呀！我刚才那些平 A 没把塔 A 掉，很奇怪。也是六层套装。其实没必要，没必要杀他，打了杀了就可以了。拉出来打暴女很亏的。上头了。哦，有点乱。帽子了。
会有传送呀？怎么？怎么直接就动手了呀，兄弟呀！我没想到对面打这么快，说实话。这波闹麻了。然后出什么？你说帽子出不出什么吗？出三人出或者换个影印都可以，但我们现在钱不够。这种掉的亏啊！我没想到对面打得太快了。我得走了，没状态了。来了，大伙来了来了，我上波就三个人上波，漂亮。还得拆塔。先打，不行不行，兄弟，你死了我也难活，我们认不起。好，这把不会真的拖到炼金龙魂吧？打的有点太久了，这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鬼啊？医药都到期了。
我们人呢？怎么感觉我们应该直接推进啊？放阿就杰斯救不了呀，放阿他也死了。豹女有杀戮，我准备好了。剑姬在带线，杰斯能打得过吗？不能回去了，进不去。估计好像现在回还不回不去了，感觉。杰斯要是能守剑姬就好了。我操！